现在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咖啡袋气阀的一些功能，像现在这种就是打有气阀的，打有气阀的，这表面这种袋子就是打有气阀的。那各种各样的气阀都有，现在着重给大家讲一下它们的特点。它们的区别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气阀，这个气阀是上面带有滤网的，这个上面也是带有滤网的。那这带有滤网的气阀是主要拿来装咖啡粉的，这也是带有滤网的。那现在像这样的话就是。不带滤网的，它是直接，它上面看得到，它有孔，这个是三孔的，这个是五孔的，五孔的。那像这样带孔的，就是不带滤网的这一类的气阀，主要是咖啡豆，就使用的。那像这一个气阀就比较特别。这个气阀是可降解的，PLA 的，PLA 是可降解的气阀。打气阀的袋子就这样的。